一间公司要靠一个团队，嗯，不是单单靠老板一个人而已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必要去，大家一起来互动，把我们的事业做上来，就去找这个 KBI Summary， 嗯，来做这个 consultant。哎，杰登你好，你好老师。啊，所以你对今天圣美丽的那个 workshop 有什么感想呢？感想是，我看到我的员工，他们就是很，就是会讲出他们的心声，嗯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 KPI 是让一，就是要每一个人都要拥有这个 KPI， 才会让员工们看到自己的方向。嗯，对，因为在之前的时候。就是有员工告诉老板讲说，老板我们公司没有 systematic， 嗯，是吧？所以我就去找这个 KPI summary， 嗯，来做这个 consultant， 所以我觉得今天给我看到这个场面，我很满意，嗯，啊，你所谓的场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可以看到我的所谓的员工，都很讲出就是他们的心声。来，大家都很会，都互动，嗯，来分享，嗯，是吧？要怎么去实行？大家怎么去实行这个 KPI？ 嗯 ，OK， 所以想问一下你哦，你对那些中小型企业还没有实行 KPI 的老板呐、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必要去实行这个 KPI， 嗯，因为像我们没有实行 KPI 的话，像我们老板就咬着不放。抓到很累，对啊，因为一间公司要靠一个团队，嗯，来完成我们的这个任务，嗯，不是单单靠老板一个人而已，嗯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必要去，大家一起来互动，把我们的事业做上来，嗯 ，OK， 很好，很好 ，OK， Jaden， 谢谢你的 feedback， 所以我就祝你事业成功了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老师。